蒋劲豪目前在二军是3.33的打击率，1支安打2分的打点，还有2次的盗垒成功。这个球打在一垒边一垒方向，哦，投手自己来处理，或者一个滚地球在右半边，所以投手就是迅速的往前接球之后，做小抛球的动作给一垒手，因为这样的一个近距离当中。欢迎回来，4局下半富邦悍将进攻，这一个球突袭式的短打，感谢老师，大家措手不及，是没错，哦，而且位置也点得非常的恰当，所以让三垒手也跑。这一个球打在左半边，在界外区有守备的机会吗？浮在篮板上，这一棒的二垒安打也让南美国桃园现在处于领先的一个局面，进好出局。哦，行云流水，一气呵成。朱俊祥的一个直球来做个进攻，也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。没关系，专心对付垒上跑者。没关系，还是有机会可以收下。大家也都吓了一跳。这头打的正面对决，外脚不磨练，因为这个礼拜已经没有任何战机上的压力。这个球二垒方向的滚地球，最后传一垒刺杀出局。这个球游击方非常强劲的一个反弹球，元首接球之后往垒送刺杀。哦，高山时期呢就是守游击大关呢，这个内野的工具人。分是则失分，有2次的四坏球保送，先回到场上。二垒方向的滚地球漏了一下再传，哇，这本来有，也看到二垒手在捕捉滚地球的过程当中，在最后一个弹跳当中并没有掌握得很好，所以也只有顺势帮将球挡。这个球在外角偏高，他还是出手，结果打成了一个4-6-3的 double play。目前9-7，来看最后半局富邦悍将的反攻。